知道吗？480块钱呢，你妈挣多长时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我看您的手都……我手没事儿，不就洗两件衣裳吗？有事儿。你还顶嘴。我知道您手疼，肯定疼，特疼，我都看见了，好多小口子。可是你就是不说疼。我就不疼，我没事儿。小心点啊！儿子，嗯，饿了吧？爸给你买个面包去。我不饿。哎，你这招啊还真行，干得过。搬一箱3分钱，这一个月下来就是40多块钱呢。我来把老二、老四。都叫上，怎么了？爸，你不守信用。我怎么不守信用了？咱俩说好了，这事儿谁也不告诉，这是咱们的秘密。我又没跟外人说。那也不行，这事只能咱俩知道。你答应过我的。好好好，我连你妈都不告诉，行了吧？嗯。拉钩。怎么还拉钩啊？拉钩拉钩，拉钩上吊100遍，不许变。看哥们儿了。点瓦片，想盖个小厨房，就让人给糟践了。妈，哎呦喂，可回来了！这爷俩一天没着家，干嘛去了？沏茶了吗？沏了，都凉了。妈，洗衣服呢。嗯。累吗？不累，我帮你洗吧。哎哎哎，你能洗干净了？你妈洗都费劲。疼吗？不疼，就皴了，天一热就好了，没事儿啊。真好哎，你三儿真孝顺。胳膊架住，架住，架住，对，好，别，胳膊别晃啊，别晃。可以了，朝天凳。好，手别塌腰。裴小云，快走吧，上学要迟到了。这谁呀？滚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动作你今儿要是做不好，就甭吃饭，也甭上学。使劲，啊！
喂，快上课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齐活，这400多块钱啊，咱爷俩算是凑齐了。哎，这回啊，咱还不买9寸的了，别让老范整天牛哄哄的，咱直接弄个12寸的，够狂的吧？但是爸，咱又没电视票，上哪儿买去啊？这个你甭管，爸有招。爸，在这儿买电视吗？哎，各庄地道啊，都有各庄的高招。你是谁呀？张金仁介绍来的。带钱了吗？带着呢。看怎么样？再让点。还让啊？这可是原装的。我女儿在伊拉克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就弄俩指标，你也得让我挣点啊。得嘞，就按咱们事先说好的价钱，一分不少，你点点。嗯，好嘞。儿子，这台电视机就是咱家的了。爸，我不想要电视机了。怎么了？舍不得了？知道挣钱不易了吧？没事，爸再挣。我不。新买的洗衣机是吧？对，这洗衣机怎么用啊？您看着，这不是给您做示范的。好，这洗衣机怎么用？还得先接水。小海，去屋里边找几件脏衣服去。啊？我？嗯，去啊。哎，越脏越好啊！哎，太脏了。爸来了，倍儿脏，都有味儿了。哎呦！这，哎呦，嘿，动啊！嘿，你说啊，这次动画就是厉害，照这样下去，将来这人呀。还不都得废物了？哎呦！哎，老公，以后我们家什么大被单、大床单的，我可都拿你这儿洗来了啊！您甭客气。得了，那我现在先谢谢你了。没。买洗衣机这么大的事儿，爸怎么带你去了？这可是哥们儿的活啊！嘿，哎，无所谓。反正啊，这回咱们家可是牛了，带谁去不都一样吗？对不对？看看，
哎呦掉了！这裤衩洗的可是够干净的，您这花裤衩都洗成白裤衩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都来了。您家可添大了，给你买一洗衣机，以后你可省事儿了。嘿，你们家可提前进入私化了啊？是不是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你儿子给你买了个洗衣机。我儿子哪个儿子？你三儿子郭晓阳。真孝顺啊！那么小真孝，多少钱啊？你在哪儿拿的钱啊？不是，他哪儿来的钱啊？都是他的主意，去那个冷烟厂啊，去搬汽水箱子去了。我们这俩挣了480块。本来我想买一个小电视臭美一下，到那儿嘿，这小子改主意了，非要给你买个洗衣机。你说，真值得孝顺，多好，好事，真是心疼他妈呀，真好。你怎么了？快进去吧，快进去。心疼儿子吗？哎呦，管什么呢？妈，妈，480块钱能买多少东西，知道吗？480块钱呢，你妈挣多长时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我看您的手都……我手没事儿，不就洗两件衣裳吗？有事儿，你还顶嘴。我知道你手疼，肯定疼，特疼，我都看见了，好多小口子。可是你就是不说疼。我就不疼，我没事儿。妈，过来，你还去搬箱子了？你告诉我，搬一箱给多少钱啊？3分钱。480块钱除以算过多少钱？是16000行。这么多箱，你一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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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搬的。三儿啊，妈手不疼，妈心疼，这让你去呢。阿三儿，一箱一箱搬出来的，妈心疼。你怎么回事？谁让你去的？谁让你去的？人讨厌你，不跟他说一声。妈妈抱抱啊。妈妈抱抱啊，三儿，妈的三儿。